陛下，公主殿下快到了。菲利，去接我的女儿。从今天开始，臣就是您的护卫骑士，我的公主殿下。明明只是短暂的相遇，憧憬着天使般的你，期待着与你的再会。 还以为你在哭呢，真没意思。卢卡斯，你怎么才来？你以为我有多闲？你干嘛？